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大连海事大学船慕课课堂。今天我们讲第四讲船和教育学的第二节内容，大连海事大学。本节内容由三个知识点组成。第一，海洋精神和大洋气魄。第二，玉昆仑和玉鹏仑。第三，大连海事大学简介。下面我们开始第一部分内容，海洋精神和大洋气魄。中国共产党第18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党的18大报告中，一句话，五提海洋。海洋强国战略从此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首次成为国家意志。在党的19大报告中，更是明确要求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为建设海洋强国再一次吹响了号角。什么是真正的强？道德经第55章对强有明确的界定，心使气曰强。这一点1872年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也有类似的认识。他说，学校、工业和海陆军不过是文明的外部形态，并不难以产生，所需的一切无非是钱。然而还存在一种无形之物，看不见，听不到，无法买卖，难以借贷，它遍及整个国家，影响力强大，如果没有它，学校或其他外部形态将毫无用处。这一极其重要之物，我们必须明之为文明的精神。中国教育家竺可桢在1938年11月1日对大学生做了一篇演讲，演讲的题目是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他说，现在大学教育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积重难返，流弊甚深，社会道德与政治风气之败坏，此为要因。大学教育的目标绝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工中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峰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二，同样对王阳明先生有深刻认知的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他的名字就是从王阳明先生的名言当中化取而成。这句话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所以他开始名字叫做陶
知行，后来改为陶行知。他被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也认识教育的核心是什么。他有三点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并主张爱满天下。人们评价他，他说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生活即教育，陶行知先生还专门创立了生活教育社，并给每一个合格的社员发社员证，以使爱满天下。在这里，我想几位教育家对教育的看法，能使我们深刻地理解传和教育学应该在哪一个方向上发力，以使海洋强国的强能够先使力，那就是唤醒沉睡在中华民族血液里的蓝色基因，走黄土文化与蓝色文化相结合的发展之路。授人以鱼，授人以渔，更重要的是培养具有海洋精神和大洋气魄、具有海洋之心的、能够心使气曰强的人。这是紧密结合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需要，是国家海洋发展使命的需要，更是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需要。辜鸿铭先生在1924年7月日本大东文化学会的演讲《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这篇演讲词中说：我认为欧洲并未在发现和理解真正的文明、文明的基础意义上下多少功夫，而是倾全力于增加文明的力气。文明的基础是一种精神的盛典，这是文明的真正含义。日本国民自明治初年以来，为了得到现代欧洲文明的利器，倾注了极大的热忱。现在的日本已经发展到了该学习如何正确使用文明利器的时代了。船是海洋文明的利器，教育旨在发现和理解真正的文明，船和教育旨在学习如何正确地使用文明的利器，贡献于海洋命运共同体。否则一切的创造就有可能变成人类的创伤。让文明的利器真正为文明的精神所使用，而不为其所伤。致力于新海运文明，中国著名的高等航海学府大连海事大学正致力于此。大连海事大学是被国际海事组织认定的享有国际盛誉的百年海事院校之一，它有两艘远洋教学实习船，名为玉昆仑和玉鹏仑，名字源于
中国哲学家庄子的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新百年，新海大，新征程，新贡献。大连海事大学将始终努力贯彻这样的使命与责任，践行学会百川，德济四海的校训，传承坚定、严谨、勤奋、开拓的海大精神，发扬同舟共济、艰苦卓绝、科学航海、爱国为根的海大传统，坚持航运特色，强化内涵发展，向着世界一流海事大学建设目标努力奋斗。这一讲，船和教育学的第二章，大连海事大学第一节，海洋精神和大洋气魄，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谢谢。